同学们好，我是唐汉章。同学们好，我是田立翠。欢迎来到西南科技大学的汉语课堂。今天我们学习，你买了什么？你买了什么？请跟我们读生词。买买什么？什么？画画？符符？水果。水果？拿拿，看看，书书，书包。书包，电影，电影。面包，面包，衣服，衣服，咖啡。咖啡。苹果，苹果，香蕉，香蕉，橘子，橘子，梨。梨。我们再来读一遍。请跟我们读生词。买买什么？什么？画画？符。福。水果，水果，拿，拿，看，看，书。书。书包，书包，电影，电影，面包，面包，衣服。衣服。咖啡，咖啡，苹果，苹果，香蕉，香蕉，橘子。橘子。梨，梨，现在我们学习对话。请跟我读课文。
田老师，你买了什么？我买了一幅画。你买了一幅什么画？我买了一幅中国画。我们再来读一遍。现在我们学习对话。请跟我读课文。田老师，你买了什么？我买了一幅画。你买了一幅什么画？我买了一幅中国画。请跟我们学习句型。例如，他买了什么？他买了一幅画。他买了什么？他买了一件衣服。他买了什么？他买了咖啡。他买了什么？他买了苹果。他买了什么？他买了梨。他买了什么？他买了香蕉。他买了什么？他买了面包。他吃了什么？他吃了一个面包。他看了什么？他看了电影。他拿了什么？他拿了书。他拿了什么？他拿了书包。我们再来读一遍。请跟我们学习句型。例如，他买了什么？他买了一幅画。他买了什么？他买了一件衣服。他买了什么？他买了咖啡。他买了什么？他买了苹果。他买了什么？他买了梨。他
买了什么？他买了香蕉。他买了什么？他买了面包。他吃了什么？他吃了一个面包。他看了什么？他看了电影。他拿了什么？他拿了书。他拿了什么？他拿了书包。请回答我们的问题。他买了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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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吃了什么？他看了什么？他拿了什么？他拿了什么？
审美观念成为一种艺术审美追求后，提出了南北中论。而本土化的佛教主流有两派，一派是北宗禅，另一派叫南宗禅。南北宗的佛教派别差异，主要是指崇尚的修行方式不同而已。
关同、董源、巨然、郭忠恕、米芾、米友仁等，以及元代的四大家，黄公。
明确的审美理念，对本土绘画后来的实践奠定了系统性的审美理论。Thank you.